今年我们更是花了心思，尽力改善我们的团练环境与保护我们的乐器。在影片里面看到，我们把乐器放在椅子上，但是因为那个我们前几周，因为那个刚放暑假的时候，那因为这一教室下雨的话，它会很容易淹水，所以为了保护我们的乐器，我们只好把那个椅子并在一起，然后把乐器放在椅子上，保护我们的乐器。然后再请大家看看四周，这些是第一年是我们校友团的校友们一起出钱出力，花额外的时间贴上去的。所以感谢那些出钱出力的校友们。好，那其他几句话，其实在我们光校长还没来我们学校任教之前，我们这个是也没有天花板，然后所有的排水系统是设计往我们这边流这样，所以外面是夏天的时候里面淹水，外面下大雨的时候淹更大这样。啊，其实后来光校长帮我们改善了非常非常多的排水系统这样，才让我们没有淹的那么惨。那这样，因为当然说今年在学校有一些意外，今年是从那边的教室倒灌出来的，所以就可能受灾度比较高。所以今年比较改善的，那后来现在帮我们把外面做一些防水设施，大家刚前有看到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大家是要给校长掌声，大家帮助我们。抱歉啊，因为这一栋已经盖好了，我不晓得它盖那么低了哈，那水都往低处流了哈，那个排水的设施因为经费有限，大家可以看就改善。当时如果把管乐设在二楼，应该会比较好。说二楼会练习会受限制啊，当时就设在一楼，因为老师的办公室其实是在主要在一楼，那淹水就淹老师的办公室，可惜啊。但是因为整个音乐教室都在一楼嘛，哈，当时就设在一楼，现在要搬迁了，但是设施都好了啊。那将来看看陆续改善排水啊，或者是说乐器架的部分。好，谢谢校长。